情歌王子品冠特地飞到了上海参加一个夜店演唱会，可是他竟然在前几天拍戏摔断了左手，伤势还不轻，连韧带都断了。不过敬业的他还是包了绷带照样上阵，征服全场的歌迷。歌声来诠释情歌，情歌王子品冠在上海的夜店魅力开场。但情歌王子竟然出意外，左手骨折，硬是绑好绷带，卖力演唱。我们在试戏的时候，当我跑的时候，就整个人就滑了一跤，后来医院照了 X 光之后，发现原来是，里面有点骨折，然后韧带也断裂这样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，直言直口。石膏可要固定3到4个礼拜，即便手骨折，品冠还是飞到上海热力开唱。敬业的态度和精神征服了全场歌迷。中视记者王清玉、黄国伟，上海采访报道。